是提出一个价值观，我们只是提出一个问题，我们让人们愿意发问。你问自己一下，那你真的喜欢吗？你真的开心吗？我们关心我们自己吗？我们关心我们所处的世界吗？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？还有，我们真的活得好吗？那活得好或不好，其实很多时候跟你在不在意有关。我觉得当你用心，当你在意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事情就会不太一样。我从17岁还在读高中的时候，妈妈因为车祸就得进出医院，然后等于我人生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经历家人进出医院很担忧，然后很痛苦。然后你会发现，当我 even 我已经有我属于我自己的专业领域了，可是面对生命这样的一个难题，你是很赤裸，你甚至是没有任何的太多的力量可以去处理跟应对的。那这些我觉得某种程度都影响了我的人生，所以我想要也请大家一起来想一想，或者那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健康，还有影响我们健康很多的医疗药物这个部分。因为很多东西是你在乎你在意它才会更好。这本书其实称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东西，它可以是一个大神功，它可以是让我们可以帮很多医务人员说，哎，你们来看一看，其实有很多事情是你应该在意的，你应该站出来的，你应该关心的。那这是我希望它被发生的。天堂是不是一个虚幻之源？不，你也可以让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变成天堂，你也可以当自己的天使，如果你帮自己。